吃这有什么用啊？这个药与每个人相结合有不同的效果，或能增强体力，或能增强体魄。那我要是吃了没用怎么办？绝对不可能，我们空空铺乃七指地诚信商家，是官方认证的制药研究机构，售后有保障，吃药无忧。嘿，若有疑问还及时帮你解决呢，快妥，我试试。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药丸啊！啊，功力好像是涨了一些。这怎么老犯恶心呢？哎呦，大清早的还让不让人睡觉了？再吵不给你饭吃了！你要说什么呀？你变透明了？什么透？这什么玩意儿？变透明了！家伙，别人都看不见我，也听不见我说话。发生何事？你们在外守着，可有什么异常？禀报门主，刚刚属下在外面觉着有人碰了自己一下，但并没有人走过。碰了你一下？对，
属下的随身匕首不见了。门主，是否？罢了，今日之事，不要声张。下去吧。是。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？你不是也在我身边吗？你有看到人过去吗？是没人。行了，幸好门主没受伤。既然他说不要声张，以后就不要再议论了。是，卫长，好好守着。是是。原来晚上就会现形，那这药有问题啊，得顺道让人去改改。串了一个老太太，也不知道会不会对我赚钱有影响。不过今天做了那么多好事，甚至还帮人试了药，应该没事。站住！嗯，红色的，你不能进。为什么呀？你的钱不够啊！不可能，我今天做了那么多好事儿。这一个人呢，一天只能给一个七指地的人做一件好事，多余的不记账，全部充公。你今天应该是找了一个人给你做善事吧？到账100钱。不过咱们这个小店是要记账10000钱往上才可以进的。且不说你们这个一人一天只能给一个成员做好事的规矩有多混账，就说是1000钱吧，人家到账是1000，凭什么我是100？有疑问呢，你可以去大元气钱铺去找他们去啊。什么名字？办什么业务？陈记山路招摇，这两天有人给我做了几件好事，我怎么只到账100啊？路招摇是吧？你生前有杀戮罪、妄言罪、欺诈罪啊，罪名实在太多了，每个罪名扣10000钱，到最后你是没有钱的。可因你有救赎德、善行德，给你加了10，综合算来7788，人给你做一件好事，你拿到手就有10000钱。也就是说，你们这个钱铺机构是根据每个人的功德和罪恶来评断他拿钱的多少，如果犯罪多就得钱少，如果行善多就得钱多。对，就是这样。还有事吗？没有，下一个。我不买东西，我上次在你家，我没货退，也不要你给钱，我就是要告诉你，你们家药丸有问题，你给我解决一下。什么问题？我吃了那药丸，身体的功法恢复了一些，还附带隐身作用，但是这隐身作用只有白天管用，晚上就没了。哦，好了，知道了。知道了，就这样。不然呢？这空空丸本就是尚在开发的新药丸，你上次拿药丸的时候不是也给过你钱了吗？好了，你的反馈我们收到了。哎，说好的售后呢？售后有啊，但是他们有，你没有。凭什么我没有啊？你钱不够啊，售后也是要钱的。嘿嘿，你万万没想到，我招摇一试，竟会在这七指地吃瘪。小姐姐，你怎么了？唉，钱钱钱，我陆招摇竟会为钱所困。这七指地，对我等横行霸道、祸乱世间的逍遥客，充满了歧视和恶意。不行，我得想办法。
让更多的人帮我做好事。哎，小姐姐，听说江州城鱼龙混杂，事情也多，小姐姐不妨去那儿试试。江州城，从陈继山去江州城，以我现在的体力，至少也得三日。姐姐，若是想省下脚程，可以从七指地西城门离开，那儿的出口直接通江州城。